阿妈挂上高级衫来跟你抗议啦，听到？你啊，要来抗争哦，催化就对了。抗争爱勇敢，无你是无可能守护你的家园啊！有听无？爱敢冲，敢拼，唔惊痛。我甲大家讲啊，太阳能的发电，基本上无人反对，因为这个政府，伊的能源政策的错误啊。啊，咱要用电啊！但是，阮无反对太阳能的绿电，啊，阮反对你乌白色，还能听无？啊，即摆啥啦？你即摆啥啦？啊？哎，食饱都用的款呢？啊，这边是合法申请的呢？啊？啊，你？啊！你倒啊，搁会晓讲依法申请啊？你唔来这边合法申请的呢啦？你嘛啥啦？抗议！你若卖挂上高级衫，会甲你抗议啦？听到？听。来这套食到好价价，歹看啦，搁行出来啊？这边还袂讲的呢，还袂甲你压呢。臭头屁还袂甲你扛下来，啊！你惊啥？免惊，惊啥？你听我来讲，对不对？对。太阳能无人反对，我讲太阳能无人反对，伊怎啊乱讲啊？伊是咧抗议啥？啊！伊唔煞反对。对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能源的政策来讲，咱理性来讲。你政府都无要用核能啊，啊要搁用电，要搁发展工业，要搁发展经济，所以自然爱用太阳能。但是咱反对啥？挂上高级的太阳能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乌白侵犯咱的农作物，侵犯咱的农地，侵犯咱的客家的太阳能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敢知影这要种落来吼？领导就对了，四颗连灯啊！你拢免大只媒体朋友，我跟你讲，那像这个天啊，今啊十点哦，这个天、这个时间、这个所在，差不多30度。你那好晴了，领导周围就对变42度，变好啊！过来，咱的农作物开花花期会乱呢，袂掉的。我问你，这损失啥物负责？政府有咧负责吗？拢全无。过来，上恶势的人，因咧施工，我的故乡就是安尼，互因超大意的啦。因咧施工的时阵啦，土方土木，甲你白白的摕去卖，了后甲你带路照，路照带了了后，还甲你拆起啦，顶头用太阳能一摆签了20吨。这20吨无人会当去遐学嘛，无人敢遐学。这毋是官商勾结，无啥物叫官商勾结。所以，规个环境过去，直接当头讲安那，无清是山，无清是海，无清是河。结果今仔这个无清的大地，去予因臭大家袂当生活，对无？安尼阁无徛出来，我甲你讲。唔茫阁点点唔出声啦，亲像下狗的第四件，咱就当安尼，咱今仔勇敢出来表达，我伫，你发现已经甲经济部质询过，你讲的总量管制以外，因无设规范，怎啊等予地方，恁去核准？伊甲你讲啦，咱即马甲问伊讲。地方政府本于职权，啊，地方政府安那开始官商勾结。阮台南市哦，600-700件，一个局长当大，你著爱叫查某开哦，叫做性招待哦，安尼伊才要甲你办，安那无拢甲你搁置哦，煞著搁提钱哦，安怎种啊贵个，化成为零，大面积甲你改做小面积，小面积就免审查。一件一件拢甲你带了，我先讲的，都我今仔恁愿意徛出来，
全台湾所请的太阳能的发电，我们台南市贡献上多，40%，40%啦！你甲想看卖啊，停电也是对阮台南先停啦，唔是讲你到我静电，连讲你就会先停电的，唔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政府啊，用乱经理啦，规个人员的政策错乱，刷了为着要达到目的，达到这个22家瓦的目的。阮台南市哦，实在讲的，贡献这么多，选票也甲贡献，太阳能也甲贡献。所以人民啊，就要像恁这勇敢。当其时，阮遐办门路得路得高。七个，阮站出来抗议的时阵，我讲阮人是比恁家族侪啦，嘛去互拗伊。我今仔日我感觉讲，我若无去站出来就对啦。台湾这个公平正义就无人讲话啊啦，就无人讲话啊啦。我甲你讲吼。恁今仔也无电池啊！这太阳能，阮半门是两个太阳啊，两个太阳，你听好无？七个啊，变成三个太阳，哦。所以大波，若要拍拼，大细汉拢爱徛出来，出外伫外口拍拼的，遐子弟拢爱甲叫倒来。啊，即摆头发送咧场的，迄送咧场的。受伤就对了，啊，还有够好大呢，亲门大户呢，啊，亲门大户，啊，伊反对啊呐，哦，伊反对是直接讲的啊，伊我讲怪兽赛伊也是甲你恶了啊，其他甲你带了啦，太阳能板甲你破了啦，我就甲恁讲，就像这个天哦，这个天。你若好变，我破过就对了。42度起跳，恁免活。啊，你刚才恁兜的冷气吼来吹了，一个月加几了百。我无骗你，这拢是台南市天的事实。所以，到一个，到够格的。我本来正尊重你，从这个人就安尼温和温和，应该当沟通，一点啊骗人也无。我先别叫伊来做行政院长，变做执行长，最近过来看变做副执行长。你应该中央政府就来讲，咱有这个需要，台湾要种土、要种电的所在，敢差你大埔这地尔？敢差你大埔尔？我敢有足济？啊，我讲因中央无要立管，无要定细节，就是安那。伊讲你地方哦。地方政府家己去殖民，叫殖民安那呢？阮遐现会当种植的哦，田啊种甲酸甜，结果甲你讲不适合耕作，安尼电就甲你种落来啦。阮啊三万啊饲甲活跳跳，甲你讲啊不适合养殖，安尼电就甲你种落来，苦之极哦。所以我甲各位乡亲讲，甲阮义民甲阮徛做伙来，我愿意来，毋是讲。因为咱们水库湾一半，我唔是安尼想啊。台湾无分南北东西，所有每一寸的土地，拢是咱祖先留落来，咱拢爱好好甲疼惜啦。啊，要拼无啦？要拼就对啦。恁即摆叫准几场去啊？准几条呀？四条。开始时间未？开始时间啊！你时间啊？中心区有6条，有2块已经盖上光电，1块已经打好柱子。好，连管长拢无要管了，对了。管长甲邓林来就对了。对。因要用的时，我拢唔免来现场监察。对啊。嘿，我甲恁讲哦，恁来去控证哦。他通知我，阮台南办门哦，啊若去控证哦，因拄啊派警察来抓人啊。哦，遐警察抓到哦，有够惊个，你敢知影？迄个警察同我讲，等下吼，我11点下班就对啦吼。下班了，伊就我杀出去，杀出去讲啦，我就是罗德高的乡亲啊。
我往外去，你咪控制你条无？甲警察拍破一下。因为伊吃透路，伊无法度。中官叫伊来，伊无法度无来啊。但伊即卖大家拢含咱徛做伙，你听有？吼、哦，等下咱冲入去也袂甲咱动啦。我无骗你啦。好，咱非常感啊，咱勇敢兄吼，伊嘛做无闲，但是今仔伊嘛做伙徛出来吼，含我做伙，阮就是要来请咱大埔的乡亲吼。啊，即卖咱勇敢兄伫遐，咱来画一个口号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光剑滚出大埔！光剑滚出大埔！光剑滚出大埔！